是主持人豆子姐姐，我是珍珍班长。拍摄太闲，闲到为你添。淘淘姐姐之前是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小厨神哦。那所以呢，这次淘淘姐姐给大家带来的第三个单曲呢，就叫《小厨神》。收到信息，厨神送你的信息，当时真的完全有一点不敢相信。如果说以后都可以对你很深情，我就等你对我说一句非常满意。在美丽的甜品店有美味甜品，想用梦里的巧克力带你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梦里，在小河的出发去约你。我开始去寻找奇遇，不管是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唯一，因为始终都要前进，探索并肩旅行，我愿意带着梦去东和西。星际出生胜利的星星，当时真的完全有一点不敢相信。如果说以后都可以对你很深情，我就等你对我说一句非常满意。在美丽的甜品店有美味甜品，想用梦里的巧克力带你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梦里，在小河里出发去 ready。 我开始去寻找奇遇，不管是东或西都没奇遇，不管是东或西都没有。